在扣上。这个球怎么办呢？我不拿起它算几个？这谁带的？我拿起了球，小五打开。哇，这怎么变的？这就是魔术。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用鸡蛋变一个三千规洞，即看了。放扣上，拿起个鸡蛋，扣上一个，盖上一个，拿起个鸡蛋走，两个扣上，挂起，这是三个。老铁们，双击发大财！大家好，我这里呢有个鸭蛋和一个玻璃瓶子，即看，一、二、三。瓶口、瓶身、瓶底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哦。仔细看，我这里呢有一朵玫瑰花，然后呢给它轻轻摘下来，吹一口气，它就会变成了一朵完整的玫瑰花。好，大家好，我这里呢有六个不同的骰子，然后呢再把它盖上，轻轻摇晃一下，它就会变成六个六。再把六个六呢给它盖上去，轻轻摇晃两下，